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我需要靠近一点。 要钱还是要命？
要钱还是要命？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在距离范围内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航行顺利。
我洗耳恭听。 太远了，你的武器！我需要目标。 向前，帽子戴上，看起来真帅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招募员报名。我看过的世界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 确实自备了帽子，好吧，进去报道，准备参加迎新活动。<笑>霸凌，他的意思是霸凌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不会被霸凌的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躲起来搜集情报。 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别跑，你这个胖藤壶，我们来强暴藏了。铁超混混，我上次就说过了，你等等，福林，我以为你死了。哎，别跟我说你现在在帮铁超混混工作。这真是说来话长，先喝一杯吧。朋友，工作就是工作，那外头要小心。想来点什么？下次见吧。要烈酒还是卖酒？还是你全都要？自己来，我们干杯，敬美好的往日。啊，真是好喝呀！对了，福林，你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？你记得吧？就是头发比乌鸦的羽毛还亮的女人。法瑞克，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，今天是来谈正事的。干杯！哦嗨，走吧，我们去赚钱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他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妈，我好渴啊！注意海，想来点什么？自己小心。
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，它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它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范围内，埋在一起，最好注意保暖，千万别走暗巷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就帮你海葬吧。他太远了。Thank you.
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再见，再见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幸会，幸会。稳定向前。哦。来看看我有什么好东西。谢谢你，光。烈酒还是麦酒，还是你全都要？干杯！下次见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好好修理他。要钱还是要命？时代不同了，我现在是神长，只要我劳德摩尔提拉一世，整个库尔提拉斯都会是我们的囊中物。快跑！我们的新人。
人来了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靠近一点。该怎么处置这几个该死的叛徒呢？干脆用骰子来决定吧。哦，算你运气不好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再来一次。什么？不不不，这不行。这就对了。我有说过我会作弊吧？中邪了吗？都给我上就对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我没有目标。够了，反正你们已经来不及。戴琳之门的攻击早就开始了，普劳德摩尔家已经完了，等艾虚凡女士掌权，舰队就归我管了。谁把他们的人头带来，我就赏10000金币。弗雷，站好。什么？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我训练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现在。我们一定可以，我们必须赶去守望山丘，快点跳上来。抓紧了，
你还好吗？觉得哪里痛吗？啊，全身都痛。哈兰，那个混蛋一直都是艾旭凡的奸细，他是啊啊！我们知道，你先喘口气，那个人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们要先守住戴灵之门。哦不！哦，我们来晚了。去看看这些人需要什么帮助，我先到前面去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要永远看向大海。要靠近一点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祝你一路顺风。祝你安好。最好万事小心。有什么事吗？心怀荣耀作战。
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喂，为了库尔提拉斯。你好，再见。